战舞机娘是一款战斗机拟人化的策略游戏，玩家要扮演司令官，培养机娘们到各地作战。机娘们拥有不同的战斗属性，队伍最多可以有六位机娘同时出战。玩家要依照战略需求和敌军特性，从四种不同的战略队形中选择战术。如果战损了，每位机娘还会有精美的战损图哦。此外，也可以借由资源来开发新的机娘，或是和机娘们培养感情。喜欢拟人化题材的玩家们千万不要错过，快来跟可爱的战机少女们一起作战吧！